玄机，玄机，你不要去！玄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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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脚上的伤本不应该再继续这么勉强地跳下去。你若恢复不好，只怕以后连走路都不便。我本来就没想过什么以后，我也不相信这个世上有什么真心。我不会跟你走的，我只等一个人来接我。 揽月呀，乔公子来接你了，说要接你回乔府，赶紧收拾收拾。我说吧，他会来的。你说你不信真心，但你却信他，那你又可知那个乔公子是一个怎样的人？我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。 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会信他什么真心。我谁都不信，我只信我自己。我记得了，不，玄静，玄静，你不要去。